家好，今天我们来向大家介绍中国的南拳。南拳始于明末清初，在中国的古代，它是由南上明的拳种演变而来，在广东分为五行十三家，红刘蔡李和。那么在广东的五类拳种当中，红拳、刘拳、蔡李佛拳还有墨家拳，他们的当中红拳的体系较为完善。那么对于他的动作来说，动作以短小、精干、刚劲有力而言，所有的动作发力以短劲、寸劲为主。那么像大家刚才看到我的演示当中，我们出现了拳法、掌法，还有一个爪法，这是因为在南拳的涵盖当中有象形拳，象形拳就是以动物身形的特点来创造的拳种，所以我们刚才出现的这个动作是南拳里面的虎爪，当然它也可以成为龙爪。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南拳里面的手上的姿势都有哪几种。首先握拳，我们可以跟着一起感受一下，四指并拢，然后四根手指向里卷曲，在手指的根部将肌肉皮肤向前怼，使劲按压，大拇指包裹在食指和中指的第二节外侧。那么这个拳呢，它就是非常实心的。上次课跟大家要讲到太极拳，太极拳的拳它是轻握住，形松而意不松，意思是说肌肉放松但是外形不松，但是南拳它就是从里到外都是紧的，所以的话握好的拳，拳面是平的，这面也是平的，这个拳是非常刚劲有力的。好，接下来是掌法，我们的手掌四个手指向中靠拢，大拇指扣握，掌心向外凸起，侧过来，这个叫做一刀掌。这个掌法在我们南拳当中是最常见的一个基础的掌法手型。它和太极拳的区别是，太极拳是松的，而南拳的掌法是紧实的。因为每一招每一式都是用来记击，在明末清初民间习练南拳的爱好者，在广东这一带五行十三家这么多的门派，他们练习南拳主要是用于记击，所以我们南拳的动作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刚劲有力，发力是直线向前一气合成的。所以我们在做手型掌法的时候，我们的手型一定是绷紧的，绝对不是松的，更不能出现手指叉开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虎爪，刚才大家有见到这个虎爪，虎爪是五指弯曲抠握抓紧，手心向里内含含住，这个是虎爪。那它区别于龙爪的区别是，因为我们在南拳当中还有龙拳，龙拳的掌型是虎爪的区别，虎爪是微含，而龙爪的掌型是向前凸起，所以说这个是龙爪。所以最后我们刚才看到老师向大家演练的这一小串动作的这个步伐叫做骑龙步，重心前后打开，手向前突出。好，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脚下的步法。在南拳当中，它的步法以弓步、马步为基础步法，是出现次数最多的。首先我们来向大家介绍这个马步。马步两脚开立，注意脚尖朝正前方，两脚开立的情况下，这个宽度如果不好掌握，我们可以丈量一下，把右脚收回到左脚内侧，一步、两步、三步、
半步。好，这个宽度就是适合我们扎马步的一个宽度。在我们平时练习当中，可以将两手向前推，慢慢的蹲下来。好，那么在这个中国的武侠片当中，有一部片叫少林寺，相传到少林寺学功夫必须要扎三年马步，劈柴挑水再三年，所以的话其中的三年马步就是这个步伐，所以它是南拳最基本的基础，一定要练扎实。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弓步。弓步的动作，一个脚向前迈步，膝关节跟脚尖保持一致，弓步，膝关节向前弓，后腿伸直，称之为弓步。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步伐，这是弓步。接着是我们的骑龙步。那么骑龙步在练习当中，大家肯定会感受它的动作很潇洒，所以骑龙步是一前一后，重心在后，后面右腿着六分力，前面着四分力，所以重心慢慢往下坐，这样，但是不要完全坐上去，它是空在中间的，叫做骑龙步。还有一些相对的腿法，其中包括首先弹踢，弹踢，好，然后还有蹬腿，向前蹬和向后蹬，前蹬后蹬啊。那么这个后蹬腿呢，就是出自于刘家拳当中的特点，在我们岭南一带素有南拳北腿一说，北方人他是练长拳的腿法为主，而南方人呢，他们在拳术当中是以拳法为主，所以后来的墨家拳在我们的拳法的动作上又更加进行了精进，其中蔡家拳对于所有的动作还包含了对肘法的介绍，比如说在近距离格斗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蔡家拳发明了用肘进攻的这个方法啊，就是手臂分为腕关节、肘关节和肩关节，在进行近距离格斗的时候，善于用肘关节，它是一个近距离发力的最好的方法。那么这么些年在国外，我们发现了还有一个国家也是他们的拳种也善于利用这个肘法，比如说泰国的泰拳，它不仅善于利用肘法，它还有膝法啊，所以的话在散打近身格斗的当中，这个肘法和膝法是非常得以适用的，那么在刺激上它是更加容易制胜制毒的方法。那么洪拳在我们南拳的门派当中，它是最大的一个体系的拳种，因为洪拳它的体系相对完善，套路门派种类繁多，所以洪拳就是前身的南拳。好，那么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洪拳的象形拳里面，除了我们刚刚有说到的虎掌的虎拳还有龙拳之外，那么它还有蛇拳，这个手向里收，这个为蛇形的一个手型，好，两手，这个就是蛇拳，大家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可见我们古代中国人的智慧哲学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呢还有一种拳叫螳螂拳，两手向前收起来啊，这个跟蛇拳的区别是另外三个手指呢向里卷曲，然后大拇指食指收起来，诶，这样子的。好，那么我们是不是想问一问古人，这样子的螳螂拳它是如何击击的呢，就是如何攻击对方呢，那当然肯定不是这样敲，对吧，它是横向以腰带臂，这样横向击打啊，用这个
腰卷曲手臂的甩力，这个手臂就像一个鞭子一样这样收甩出去。那么螳螂拳里面的握拳，它就是中指，中指手臂握拳，中指这一节要向外顶出，这个位置向外顶出，所以啪啪打拳的时候向前打出。所以呢，现在还有一个名气比较大的拳是咏春拳。那么咏春拳它是创立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咏春拳这个创始人严咏春，他当年就是在南少林，就是南拳的发源地，在南少林啊有一个学习的经历，所以呢他把南拳里面的特点用到了咏春拳以后，又加以了动作丰富细节化，所以它的根源在于南拳。那么我们广东人练南拳，岭南文化在南拳的这个基础之上是得以体现的，所有的动作都是短小精干，快攻快收，逢进必跟这样子的动作特点。所以我们在练习南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力发力。那么长久练习南拳，对于我们身形的讲究就会形成一些肌肉块啊。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经常练习南拳的爱好者，那个身材就像是一个举重运动员啊。所以南拳对于身体力量的训练是非常完善的。那么我们现在在中国武术，就是在中国近代武术的发展来说，我们将古代的中国武术分为了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和武术养生三大类。那么最具备技击能力的就是武术散打，南拳里面这种技击含义丰富的动作全部涵盖在我们的武术散打之中了。所以前些年从南拳衍生出的铁砂掌啊的有一位掌门人就说，竞技体育职业运动练的武术是花架子，所以当时非常有趣，他就向我们的这个职业运动员发起了挑战，下了战书，像古人一样先下战书再近身切磋。可是最后这场比赛前后持续不到一分钟啊，我们的铁砂掌的掌门人在一分钟之内挨了一脚一拳，直接就倒地昏迷不醒。所以呢，武术发展到近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中国的武术已经分为了三大类，而传统武术像南拳里面那么强劲具备技击能力的功能作用全部都涵盖在我们现在的散打项目里面。所以的话，南拳虽然起源于福建广东岭南一带，但是他们在现在的社会体育之下，它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所以如果我们通过今天的上课了解了南拳的特点之后，那我们在想去学练的时候，我们就要具备分辨我是要文练习武还是武练习武。意思是文练习武，我们习的是动作套路，就像老师刚刚讲的那些演示的那些动作，它是编排好的，每一个动作都以最高的速度和力量来要求自己，但是动作是不变的，它是形成一个完整的套路。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加强格斗能力，那么我们应该要武练习，就是选择散打类，把我们的拳术的攻防特点涵盖其中。所以说中国武术在从古至今的拳术发展之下，南拳也算是完成了一个大的革新，一个大的变化。那么在中国武术的拳种里面呢，分为拳术的三大类，长拳、南拳、太极拳。那南拳是属于拳术里面的一个大类，南拳除了拳术它还有器械，比如说单刀、单剑、双刀、双剑、三节棍，这都是在南拳项目当中涵盖的内容，还有三节棍。所以我们在练习学练南拳的时候，在学练之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学练南拳的器械，
那刚才大家看见老师在演练的时候还有发声，所以我们发声的声音有六种啊。那么经常常见的发声的方式是哈哈啊，是哈哈啊。所以的话，那么每一次发力配合着发声，这个气势非常的潇洒。所以我们在练习南拳的时候，一定要有强健的身体的体魄的力量，才能够将动作掌握到位。好，那我们今天讲的南拳就是到这里。好，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南拳平时还有哪一些小的原力的技巧训练方法呢？借着今天这节课，大家可以习得一二。大家好，第一节我们来做马步。蹲五秒钟，大腿要和地板持平。好，起。马步的步幅呢是三个半脚掌。再来一次，第二个步伐呢是弓步，弓步前面的膝盖和前面的脚方向一样，呈90度，后面的腿绷直，这是弓步。好，第三个动作是叉掌，要先加个弓步，马步，弓步，对，行。第二个动作是对练，第三动作是弹腿，一只手，右手放脸旁，左手伸平，预备起。接下来是前踢后踹，预备。最后一个动作是压肘，对，这个